双色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第二色也是用的一系列的这种暖色进行这种分析的协调小的对比。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比如说整个色调是用了我们用了 C 系列的表现出来，那么局部这些暖色都属于啊，对于 C 系列来说是一个对比色，那么这个对比色肯定不能高于啊这个色块的面积，不能高于这些冷色的这个色块，也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属于面积小面积的对比，但这个小面积的不是只点缀于这个其中的一点啊，不是光把某一个桌子画成红色，我在这里可以把扶手、画框啊、楼梯、桌面都可以画成这种红色。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在画图案的时候，大家和依稀记得啊，我们在画这种小对比的时候不是点缀状出现的，我们在画着双色也是用这种方法啊，以点缀状来出现双色的这种画法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光感啊，颜色，注意一下一些这个深浅变化啊， A 这个阴影里的部分啊就稍微加重一下啊，靠近光源的地方你稍微提亮一点，需要表现光感质感的啊，也是根据它的需要啊进行去表现。比如说玻璃啊，需要光表现这个质感比较强。比如说中间这一个插几啊，我们就是用一些竖线条表现出来啊，就感觉哎这个桌面是比较光洁的，比较光亮的啊。这是在表现的时候啊，稍微注意一下。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光感深浅处理变化啊，主要多方面的要注意。大家看这一个呢就属于一个多色的啊，里面有红颜色啊，有这个咖啡色，有蓝色、绿色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灰色。但是大的你要把握好，你首先在画的时候，首先把那个主色调把握住，你是画一个冷色调空间，还是画一个暖色调空间啊？那么首先就像我们画单色的时候，首先从灰色面入手啊，就首先用一些灰色把一些这个块面表现出来。我这里表现的多数是暖灰色啊，局部呢啊一些木头的颜色对它进行勾画一些啊，之后呢，然后这个暖色调当中有一些冷色的对比，那么我们电视机啊、沙发的一些座椅啊都可以用冷色的内容去把它勾画下来啊，这属于多色的时候啊，需要练习到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同学不就是硬性的规定自己不要少于六种颜色，这六种颜色你要学会自己去舍取去添加啊，你要合理的把一幅作品更好的表现出图案化的作品啊，就像完成一幅比较好的这个图案啊，这需要你自己去把握啊，之后呢你再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的去把握。这种方法是在我们中级水平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何为反其道而行之，大家看这幅作品属于一个色调的转换，我们在训练同学的时候拿一个暖色调啊，让同学自己去改变成冷色调，这一个属于一个转换过程。这个转换过程的时候还要让同学自己注意一个效果啊，在冷色调当中啊，有哪些应该画暖色，有的哪些应该怎样去处理，怎样质感啊？质感完完全全可以参照旁边这一幅作品。还有一个就是反其道这个而行之的一个做法，就是从一点透视迅速过渡到两点透视。这幅作品，比如说刚才这幅作品是两点透视，我在训练学生的时候，训练同学的时候，我就让他把这一个空间改成一点透视。啊，颜色也同时改成冷色调，这就属于我们在画的时候属于这个意象思维法啊，我在这里暂时叫它反其道而行之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方法呢对于我们练习同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调控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这个方法呢，我们同学可以迅速的掌握一些在临摹作品的时候迅速形成自己的一些这个风格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啊临摹别人的作品，而在这个阴影下永远走不出的那种尴尬境界啊。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迅速的
达成自己所表现的一种最直接的一种表现方式，表现效果啊，成为一个手绘高手、设计高手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通过这一点就很明显的给自己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心啊，我要马上就快速的通过我的努力啊，变成一个高水平的我。但是变成高水平的我不是自己去摸索的啊，需要我们一些方法的一些锻炼啊。刚才中级的啊练习好了，我相信你很快也会成为一些高水平的一些高手啊。那么几何模块法就属于对于我们透视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同学有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这一张图呢就属于把里面的空间进行几个简单的几何模型。大家画透视的时候，画这个素描的时候，一般都是从画几何模块开始的啊，然后把这张作品当中空间当中的几组家具进行分割，换成一些这种几何模块，然后在几何模块当中进行去塑造，进行去创作啊。当然我在这里是用了一些这个电脑给你加强了一些这种几何模块。刚开始我们画的时候完完全全就可以用铅笔打一个这种稿子啊，用铅笔起一个这种方形或者画一个椭圆。我相信这一点透视都把握不好的，你干脆不要去学这个表现了啊。我相信这点透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没问题的了，对吧？那这个作品这个方法呢对于我们快速的掌握透视啊是比较理想的啊。大家不妨，如果你透视确实比较弱啊，又没有时间去补啊，那么你应该稍微这个找点投机取巧的一些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可能也虽然不是我原创啊，多数是融汇了我一些画画的时候一些个人的经验啊，我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不对？大家快把练好之后，那么我们就要牵扯上色的另一种啊，电脑辅助上色。很多同学在网上啊经常会见到这种类似于这种马克笔的效果的一些方法啊，其实这种方法很简单，你只要会 Photoshop 的一些简单的命令啊，这种方法比马克笔还简单啊。因为电脑很强啊，大家也都知道能用 3D Max 这个建出好多这种效果图，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平面的这些东西啊迅速的画出一些理想的效果啊，这种效果呢有时候反而比这个马克笔画出来更理想啊。然后有时候这个电脑这个平面上色啊可以上出来几万种颜色不再重复的，马克笔也就是这么几十种啊比较理想的颜色可以让我们运用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用平面啊，比如说 Photoshop 上色，我这一张就是用 Photoshop 上的，可以迅速的啊让同学在自己勾画的这个图纸上啊迅速的上一些颜色啊。接下来就是看几个界面进行上色，那么我就先用选择工具啊，都是有选择工具对吧？好的，好像同学大多数都会 Photoshop 了对吧，属于我们这个学校当中基础的课程之一了。那么这里边选好之后啊，把这个地板选好之后，你在图层里面建好几个图层。大家看到下面这一个电脑的这一个工具啊，建一个新图层，平比也可以，你把平比的硬度调到最大啊，就是最硬，把画笔啊调成一个适当的一个这个区域啊，然后在画笔的这个模式也调成正片叠底啊，这个工具两个正片叠底都调好之后，你这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上色了啊，上出的颜色就有点像我们马克笔的这种透明感啊。像这就是这一张，旁边这一张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上出来的。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啊，有的同学搞了那么十几年还没搞明白啊，在这里我给大家一讲啊，其实很 easy 的事情，对吧？像这一张呢是属于网上的一张网络作品啊，这一张也属于用电脑辅助进行勾画的一些效果。当然这一张勾画之前啊可能是做了一个蒙版啊，在蒙版之上啊，比如说他拍一张照片啊，在上面放一个图层，把图层改成透明啊，再
会画一些这个效果，有可能是这种做出来的。当然这个有可能也是用 Freehand 或者是 Control 这种类似其他的一些软件做出一些这种效果也有可能啊。其实我们用 Photoshop 啊也可以做出这种效果的啊。